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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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个国家。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2年8月9号做乜明明讲老师啊，又讲呢个非洲传入嚟㗎嘛，啊嗰啲咁样嘅蚊患引入啲叽哩咕噜啊，保你哋啲位啊，知唔知啊，学校又好啊，或者係即係点讲呢，香港啊从来都系一个国际性嘅城市嚟㗎嘛。咁以前呢国际化就有呢个刘遵义啦，中文大学啊第一任嘅卖港校长啊。咁啊话咩大学国际化，结果有九成啊可能上海嗰度引入嚟㗎。仲有啲武汉啊广东啊各样啦，我唔知啦。第一代嘅国际化。然后你会发现近几年间呢啊即係嗰啲水货客啊双飞孕妇嗰啲未停过啦，从来。呢、这个唔使讲啦，顾之然。但係你会发现你自己个区呢，喂有啲黑古勒特嘅存在嘅。喂，我唔预期自己住嗰区无啦啦会有啲黑妈妈喺度住㗎喎。嗱呢度唔系以肤色作界限啊，但係国际化呢样嘢唔系应该啊，同一啲比较上哦、我哋啲崇洋媚外系咪啊，咁系嘅，我哋有啲偏好嘅。即係如果系多啲周围啊，系 English people 啊，大家都会开心啲㗎嘛，係咪？就等于点解香港呢好多嘅学生都想去 iBank 嗰度做咗嘛。贪佢人工高啊，福利好，个个都朝住啲基金经理啊嗰啲道路迈进，此路不通啊而家。咦、最近佢喺度话 Pelosi 议长嗰个老公就管理住100几亿美金，嗰啲叫 AUM, Asset Under Management。至于嗰啲 AUM 啊，即唔系佢㗎嘛，佢收表现费，咁佢间公司收啊，咁赚到几多钱都多嘅。但系唔系你想象中嗰啲囉。咁目前得两条道路嘅啫，大家就揀边条啊，三条呢或者。第一样嘢就系将嗰个师生比例去调教啦，你冇晒学生又冇晒老师啊，咁咪一对一囉，小班教学系咪，淨系蔡若莲教你个仔囉。咁咪为之一对一啊，超级小班教学啊。咁你教育局可以去 cut 人㗎喇喎，啊就唔需要咁多人手㗎喇喎。咁所以教育局嘅同事呢就可以諗下閃人啦，即係第時都收大信封㗎啦，到時唔知走唔走到係咪。不過攞多佢幾年錢都好嘅，還掂教育局都冇乜嘢做㗎啦。咁但係對於學校嚟講呢啊，有校長就話請老師嘅廣告未停過啊，近兩成嘅中小學教職係有空缺。以前呢啲好搶手㗎喎，一個教職，因為有好多喔、肯定啲年青嗰啲走晒啦。因为如果年青系做老师嘅话呢，呢啲教职好抢手㗎。你諗下一入间学校啊，啊咁啊两三万人咁样跟住一直做上去㗎嘛。虽然顶薪又唔系话高，咁但系你攞咗个教职就系咁做系咁做㗎啦。所以呢啲系好吸引人嘅。而家都有成两成嘅中小学教职空缺，咁你就知啦，啲后生走晒囉。老实讲啊，两皮几嘢跟住啊，啊买你一个移民机会，我说一声走咗去好过啦，去外国整饼好过去教啲乜嘢嗰啲共产课程系咪。你点教啫，六世冇死过人，圆梦肯诚实，习主席是我心中的红太阳。呢啲咁样咁过时嘅嘢啊，就扫落自知囉㗎啦，历史嘅垃圾堆入面啊。但我哋嚟睇下数据先。五月嘅时候嘅事喎，当其时呢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啊就回复立法会议员邓飞，就知最近五个学年公营又好直资又好喔、连埋直资添，嗰啲教师嘅聘任流失情况啦。过去四个学年教师流失人数呢 ,2160 至到2420人，即是每年都走2000几个。但是2021至2022年即平均数啊，就有4050人啦，升幅是高达七成。
唔止七成啦，佢同2020年比较 ,2020 年已经升咗，咁跟住佢用呢个基数嚟做比较喎。其实雨伞嗰阵时都已经走咗好多老师㗎啦。嘩，如果走去教嗰啲咩国安大法啊，走去讲埋晒一啲零零查查不知所以然嘅事啊，係枉读圣贤之书㗎嘛。我哋读圣贤之书嘅读书人啊，你係要教人哋乜嘢叫仁义礼智，乜嘢叫恻隐之心，做人係要有是非嘅观念，呢啲为之中华嘅文明。当一个国家是不以黎民百姓为福祉的时候呢，根据亚圣孟子所讲，民为众，君为轻，社稷次之，是一民策也，非君也。咁所以呢，呢啲就叫民策嚟嘅啫。如果根据亚圣孟子所讲啊，呢啲咁样嘅政权系应当被推翻嘅。会唔会孟子成为禁书㗎？有一课叫做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就义者也。呢个系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价值有更高者也。每一个人啊，都系应该读过呢课㗎，我唔知喎。嗱，我理身啦，即系我嗰阵时系冇读过呢课噶，系后期有呢课嘅出现，即系同人讲价值观咧，即系你嗰个真善美啊追求，人嚟讲咧就唔系净系得生存嘅啫，虽然系咁，但系太过崇高嘅理念啦，所以我成日都话面对呢啲共产极权咧，你知佢系用尽一切德国1940年嗰啲方法进化咗之后走去整治啲人噶啦，从来都系锦衣卫。东厂西厂，明朝晚年冇变过，咁所以面对住呢啲咁样嘅强权，你系无需畏惧，咁但系咧，你亦要适时懂得转换啊 ，be water 以另一种形式去对抗，就唔好束手无策啊！我哋系要有一啲策略。嗱，其中咧呢度就讲紧呢个英文教师，教师流失嘅情况非常普遍啦吓。而英文科嘅空缺为最多，大家知唔知点解？咁好多都揾退休教师顶档任教，吓仲未走。甚至乎中文科都系，点解教语文科反而会成为呢个重灾区呢？首先讲英文先啦，英文嘅佢就好容易就可以经过自己嘅嗰个能力走到去其他嘅国家，英语国家，加拿大、澳洲、英国好啦，咁去谋生，咁唔需要喺香港任教啦，系咪？你话系咪香港人工特别高？系，但系 workload 都特别高啊。所以呢度都唔使我讲啦，有网民就指出取消英文科咪得囉，同祖国睇齐唔好崇洋媚外，系咪啊？日日教普通话就得啦，普通话嘛先系爱国嘅表现，爱国啊。咁金梅就讲返呢个缩班杀校潮，教评会呢有啲咩解决方法啦，佢教你啊。教评会就话，近年香港嘅人才流失嘅趋势，建议当局参考新加坡嘅做法，积极去内地、海外、本地学校就开多一栏，系内地、海外咁样，咁统一招收嗰啲尖子。嗱，呢度要讲教评会嘅不是啦，你应该降低自己个门槛，求其有啲咩叽哩咕噜乜都唔识嘅塞入去先，总之俾钱就得啦，应该系咁样运作噶嘛。尖子喎，你凭乜嘢啊？人哋唔好去欧美嗰啲国家，你真係山鸡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喎，你係虾饺烧卖嚟㗎咋，以为自己狗大鬼。好啦，同埋话透过私人或者慈善机构，就同佢哋去提供嗰啲奖学金啊，支付学费啊，住宿费等等。原来有啲慈善机构，哎呀，真係一蚊都唔好捐啊！呢啲咩山区儿童你捐养大咗跟住变成嗰啲锦衣卫去将你诛灭啊，边有人咁㗎？呢个系农夫与蛇嘅故事，伊索寓言都有教过，你永远唔可以去帮一啲諗住消灭你嘅物体㗎嘛，系咪？而家全球嘅左派就系犯咗呢个咁样嘅错误，不停咁资助嗰啲乜嘢哈妹内衣肥仔金嗰啲都唔知咩事肥仔金冇唔知点解喎，你咁多个国家系肥仔金嗰啲呢，一蚊都攞唔到㗎喎，佢攞晒嚟做嗰啲装备所以北韩啲人系矮几寸㗎，几犀利营养不良㗎，你话。所以呢，面对住呢啲咁样嘅
趋势呢、这个止息不住噶吓、啊，移民潮咧嗱好简单嘅啫，诶、哎、人哋移我又移啦，羊群心理系啱噶，你去啦啊，跟随呢个潮流，跟随呢个移民潮咁得噶啦 ，fashion 啊，你知唔知 fashionable 系 popular 噶呢件事啊，你去排队，我鼓励你排队啊。咁至于教评会嗰啲咧做得太差啦，你应该咧就同呢个教育局讲蔡若泥嗰啲啊。你是出淤泥而入屎坑，咁所以呢你能够做嘅就係不停咁降低自己嘅标准，迟下科科唔合格零分，哎唔紧要，有喇沙读係咪几励志呀，超家超啊，佢啲中学生啊都做到呢个特区行政首长啦，有咩话唔得啫，好励志㗎呢、这个世界。容海恩啊都做到呢个大律师啦，留个级㗎佢。咁我唔係啊对唔住啊啊又伤害咗某啲人弱小心灵。咁佢嗰阵时可能英文唔好所以留级啫啊，大家体谅下啦。但都系嗰句啦啊，你要将自己两个孙女隔杀，咁然之后先叫表忠㗎嘛，要效法呢个叫做吴起啊杀妻求将嘅故事。咦唔系两个孙女喎、啊、袁离昌啦、啊、将佢手撕鬼子啊咁样啊。咁国家咪信任囉，就係咁样样。好，今日讲到呢度。